第十二题，此物体在两到六秒的位移为何？位移就是末位置减掉初位置。然后呢，我们六秒的位置是在负十，我们两秒的位置是在十，所以是十减负十等于负二十。那位移是向量，所以这个正负号代表的是方向。那么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此物体在两到六秒的位移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负二十公尺。